好，各位记者李斯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哈。那先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确定病例哈，本土的病例有四例，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45例，那落地裁剪24例，那在居家检疫中裁剪有21例，那这四里面哈，有3例哈都是居隔阴转阳哈。昨天也是四例哈，那也全部都是阴转阳哈。那现在相对的，整体的一个感染的这些传播链都在收敛中了哈。那昨天的入境裁剪的有20个航班哈，那实际的人数785人，阳性的人数24人哈，那阳性的比例是3.06%。那今天早上检查了5个航班哈，实际的人数是250人，那阳性的人数是2人哈，那百分比是0.80%。